道长是这边啊，是处理过一个很特别的案例，好，就是说有人要用符咒把人家的性命取走，其实是我啦，哎，啊，就是这个。我们都是讲客人哈，因为信徒这个有时候不一定，我又不是神明，客人就比较特别的案例，我也就只有这么一次啊，到现在，对，就把用透过不止符咒啦，其实也会配合法事，对，那这个人可以是给你安拉安拉给你拜托。我们是其实像我跟三龙法师，三龙法师也是我们俩其实还有一个身份，除了画符这之外，都是道士。所以三龙法师也是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这个三就是他的字辈嘛，对，哎，对，传承的字辈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就是在做，我自己那时候是做法事的时候，在别的庙做庙会法事，然后认识的一个，就是他也是在这个庙走动的这样子一个大姐，然后。我隔没多久去另外一个庙，因为我们这都是哪一个庙请就哪一个去，咦，又看到他，他也在这间庙，等于他也是这样跑来跑去，就可能同时身兼很多间庙的这个志工之类的，那就留了联系方式啊，住的也离我那时候的办公室很近，就来，早一天他就来，那来了两次、两三次之后都很正常，结果有一次他就。打电话给我说，我想要带我妹妹来找你，就这个大姐就说，我想带我妹妹来找你，大概五十几岁，那时候我说好啊，可以啊，就我以为她像平常一样来拜拜，结果那天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其实进门我就发现不对劲，那个脸色很凝重，脸色很凝重，然后一进门坐下来，烧香坐下来就啪就开始哭，两个都开始哭，姐妹哭，两个都开始哭。那我们也习惯了嘛，想说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啊。等到稍微情绪比较和缓一点，然后他妹妹反而先开口，他妹妹开口，他比较就是情绪比较癫狂，虽然先开口但很癫狂，就是就讲说啊，老师拜托了，不管怎么样了哈，要我就是说啊，眼瞎啊，腿残啊也没关系啊，拜托替我老胡啊那。哦。然后我想就你知道萨隆博就像现在一样，大家可能都萨隆博，那时候想到到底在讲什么，后来旁边他姐姐才拉他，就是说才慢慢开始讲，他就说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人往生掉，我说那个不行啊，不行这样没有摸人戏，嘿嘿，我说我管你付出代价，嘿，他的意思是说他就是嘿，他就是要让他死这样子，哇，我一听到我们当然是很那个啊，要谁死，后来他在讲是他爸爸死，哦，要他爸爸死，两姐妹要他爸爸死，哦，可能他爸爸生病很痛苦，哎，哦，不想让他受，哎，没错，对啊，我们那时候当下一听到的时候，就像文婉姐一样这样子，哪有可能说哦，你说要残害自己的父亲，对，你说其他人可能有深仇大恨，自己的爸爸再怎么样子也那个，下不了手，就像郑大哥讲的一样，我很特别的情况就是。他爸爸因为他们两个是女生，对，生病，那因为这个他们的爸爸是军官退伍，又做过军官又做过公务人员，以前的那种就是你知道18%之类的那个，是那个一个月月退俸可以退很多钱，是还有两个哥哥，就等于两兄弟了，我不知道谁大谁小，反正就两个男生，以前人都是分财产都是分男生不分女生嘛，对，两个哥哥，你想想看，这种月退俸一个月退五六万块钱就好了，两个男生什么事都不用做，每个月都有两三万，更何况他这个钱绝对不止这些，对，所以其实他们两个的爸爸已经是那种等于活死人了，苟延残喘，然后从公立医院待不下去转私立医院，私立医院也不收，就转到那种类似像安养诊所安养院买仪器，就是强行支撑维持他生命状态，对，然后因为你已经几乎就活死人了嘛，其实你身体的状况也都代谢各项都不好，原本还要请护工，说早上去上午去稍微换尿布什么，到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两个兄弟也不给钱，前一阵子他们两姐妹去，哇，那个爸爸的背后全部都烂了，褥疮，然后那个连医院的人都抱怨说你们，不然就意思说一天也没坐啊，啊，不是24小时的，他那种是半日辣的，就白天而已的嘛，替你欢心啊，去辛苦安呢，啊，不话这那也不爱请安呢，哇，你知道那种，不褥疮要治疗，是，然后但他那个可能也已经不好啊啦，黑龙已经黑龙，伤严重，然后啊那两姐妹就掉眼泪，啊那医务人员不知道嘛，想说都一家人嘛，就跟两姐妹在那边讲，已经瘫痪很多年了，突然说
竟然讲讲因阿爸甲要甲因姊妹要，嗯哦，这样，然后眼睛又微微打开就掉眼泪这样，啊，所以他们才就是无法度通接受讲讲，所以才找上我们这样子。那时候我也比较年轻，我想说听了我就觉得很那个这样子，然后各式各样这些，所以姐妹要她爸爸死是基于孝顺，对，不要让她受苦。对，所以我后来就是说好，不然这样子，那哥哥摆着可能是想要多领那些钱，对，哦，对。然后我说你去跟神明保不会，只要神明有不会，那我就你就下服，哎，我就单看看。我自己那时候年纪比较轻，我的个性也是啊，就是比较冲动啊，就有不会啊，有不会我们就做。啊，那是唯一一次，也是目前为止比较特例的啦。那你下了湖之后多久，那个老先生走了？我们前面当然是做法事嘛，做法事去查，发现这个其实本来也就已经没有在名册上了，早就该去了的。嗯，好，那各式各样，所以我们配合法事，配合符，原本是三张，第二张的时候就走了，烧第二张。那你多久？没有一个礼拜。哦，无一礼拜，无一礼拜就 OK。哦，不很合理耶，第二张就一礼拜以内就走。虽然这个是在合理的情况下，但确实只是说可能，也许吧，也许神明有也知道，所以用另外一个方式，两姐妹家养的动物、宠物全部都走掉。啊，是在那一个礼拜。哦，真的啊。所以那是一种代价。我租的那个地方的，就是等于那个电狗，也是。呀，那你还有遇到有人泰国旅游，拿了一个东西说要让他保平安，黑心什么代金？哦，那个就是，其实就像我跟你最可怕的那个最可怕的东西哦，像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新闻主播，水晶球、大象那个，你看会到呀，基本上95%应该拢是正常的，拢是好的。哦，就像三龙法师刚才看的这个一样，正常来讲，如果是真的要害你的或什么的。绝对是头头暗暗的，不可能说，不会摆明的，不可能说我今天跟你不爽，我要弄你，吼，放一颗超大颗水晶球，哇，不是北七公，端一锅砒霜给你喝，你不会喝啊，你一定是偷偷的或什么的，你怎么可能说，对不对？是就这么明显说，吼，直接用那个大象来给他弄，不可能嘛？怎么这对不对？这个真的很难为，大象的头朝你，你说我针对你；我倒象屁股朝你，你也说针对你，对呀，他针对我，对不对？你这种东西，所以正常来讲。都会像三龙法师的这个，这个就是最经典的。你看，它就是折小小三角形，然后连符都不让你看到，伪装成别的东西。对，正常是这样。那我那个朋友是这样子，他去泰国玩，他比较没有那么信，比较 TK。嗯，对。然后他跟他家族，大家加上他家族企业，家族去泰国玩，来吹你的两只象，在我这个朋友，对，我这个朋友，对，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已经。受不了了，他觉得他怪怪的，对，因为他从泰国回来的第二天就开始拉肚子，去医院吃止泻都没用，吃止泻都没用，然后隔天又开车又撞到人家，不顺，对，撞了之后都还没有怎么样，再隔一天就等于后天回来的第五天又撞，一路撞到没有一天是没有撞的。他多夸张，因为他们家是家族企业卖洋酒批发的。他明明下车卸货，第一车推过去出来，他车子不见了。这种看见？不是啦，他明明就有拉刹车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滑出去了。哦呦！啊，把人家整排机车撞倒，这样太恐怖了。这恐怖。哎，然后他就觉得已经衰到一个极致了。对，后来才知道说，原来他住的那个饭店有问题，而且他的那个符其实不是害他的。打开来之后，发现是他们泰国当地华人，因为泰国其实很多华人，泰国华人在那边从台湾这边分过去的几个妈祖庙的平安符，拿给他，没有，给他拨平安，对，拿给他那个人，可能看他讲的话不是大陆人的口音，赶快台湾人吧，不是大陆人的口音，因为家族旅游嘛，一定他的长辈那些就是台中一定都是讲台语的，才给他想说。因为可能也不能明讲，而且我们萍水相逢，所以保住他命，所以他才一直没有出事。你看他出车祸，把整台机车撞倒，包含撞到人，也都没有什么太大条的事情，是这样子，蛮特别。所以大家出国旅游其实要小心。你说他是因为住饭店的关系？住饭店，他就是因为住饭店那个地区的地
不平安，再加上他又乱讲话。他讲什么？他回忆跟我讲说，他那个时候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发现旁边有个纪念碑。嗯，因为毕竟可能这边可能发生什么事情，这样子一个纪念碑，这样我们不晓得节目能不能讲，一个纪念碑。男生嘛，北巴走过去，然后就跟他旁边的朋友讲说，啊，怎么放一根这样子，好像什么锯，嘿嘿嘿嘿，像男性的生殖器，嘿嘿嘿的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不行的话用剪，有假鬼的公公，哇，这就北巴，那也坑几嘞，那别墅那。嘿，哎，就假鬼了。嗯，可能他后来想象可能是这样子，去冒犯到那些东西。对对，所以他在逛街的时候，在吃饭的时候，才有一个人来拍他，说弟弟这个给你当做纪念品。他因为都讲华文，哦，他也没多想，就收钱。那如果像你们啊，这样的专业啊，走过去啊，其实看真的像啊，可是你那个就是不是、啊、我的意思说那个、okay. 心里面这个念头不能浮出来哦。其实不会，其实你就是要有恭敬的心，嗯、就是你觉得像其实很多台湾或哪边，其实很多也真的就拜那个嘛。嗯、对啊，你就是要有恭敬的心，就像人家讲的，那怎么恭敬？其实你就不要乱开玩笑，他就是那种带有戏虐、哦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比如说那个 gay， 那这样就不行。没有，我觉得郑大哥意思应该是说，万一你心里。不小心浮出来，这样会不会出歹气？虽然我没有讲的话，你说，哎呦，心里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像那个？可能没有，一半一半。其实我们有时候讲，其实像三龙法师的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嘛，我们这个业界其实也会这样讲，其实温郎哎，这种好像运势其实就跟股票一样，会起起伏伏，嗯、所谓的三衰六旺。你如果衰的时候。你如果刚好你这时候你自己的衰，就好像我们人抵抗力弱，嗯、你去到哪里，就算你没出门，可能也丢干毛。嗯，那如果我本身我抵抗力强，嗯，其实我就算去医院不戴口罩，哦，也不见得。所以如果你看到它像一只羊具，但是你走过去还是跟它几个鞠躬，就是、不要讲出来，这样要对，也不用那鞠躬，就是可能你就不要去。乱想些什么？靠要乱想也很困难。难的。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喽，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，或者扫描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请大家继续分享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